阿南呢，我是阿龙，欢迎回来我们边缘世界的实况啊。我们差不多有一个星期没有玩这款游戏了，那因为上一个星期呢，我在处理之前跟熊妹他们拍的这个 Don't Starve 的实况啊，还有就自己工作啊跟处理这个问题啊，所以就稍微的没有拍这个边缘世界啊。所以呢，今天呢，我们就要回来玩一下我们的边缘世界了啊！哇，上扣10000多电力啊，有没有这么夸张啊？那所以呢，我们这一集可能呢，就来解决一下我们的电力问题吧。那反正说它电力也不会，我们在这边做个太阳能板吧。啊、这个太阳能板呢、好像说不会挡到这个风力发电吧、哎、那所以呢我们就来用一下太阳能板来发个电好了啊。我想要在这边可以做3块，要怎么做呢？好，就这样子吧。那我们这边的人的话呢，我们就完全靠这个自然再生的能源吧。对，那这个我也是有打算说跑远一点的地方去做这个地热发电了，不过呢它距离还是有点远啊，也担心这个盗贼啊海盗啊把它给打掉啊，很麻烦，就以防万一吧。啊，我们一个早上发10000多电力，那晚上扣4000多啊，那我们先把这两台关掉吧。毕竟我们应该还要注意一个事情，就是木头啊。好，我们早上哦，够了啊。那这边这台也关掉吧，这台是后壁的电源啊。那然后我想要稍微的原生一下我们的电力网络。那原本我们只有这一边可以通电嘛。那如果万一这一边呢随便呢断掉的话，那就可就惨了啊。稍微的完善一下我们的电力网吧。拉一下，拉一点，然后往上这样子吧。稍微的多做几条线路让它通一下电，你们说啊，避免某一段断掉了，那还是可以发一下这个电力啊。这个会算打到他吗？因为他毕竟很小的一台，所以说不知道他哦，不会打到啊，还不错。那这边就靠你了啊，你这个快点把这边的水给抽干，然后呢，我们就要在这边来多建一下这个风力发电了。其实这边可以盖个一下的，不过晚上的情况来说，哦，晚上还能扣的，其实还算挺多的。只要没有风力的话呢，扣是扣挺多的。那现在情况来说，这个电力算是稳定下来了。这边是不是该给他铺个地板？其实我有点想要把这个电源丝给改一改位置啊，改一改位置，然后放到一些比较里面一点的地方去。这个我们慢慢再来计划吧。我们看看哦，现在也有一点时间没有玩，所以也要研究一下。这个工作台我们没做过，哇呀，铁不够了。刚刚连续做了这个太阳发电机，就电力喷光啊，这个铁喷光啊，稍微去挖一点回来吧。哎，挖一点。先打架，那不要打架啊！你们受伤啊，可是要用东西去医疗你们啊，别这样子。谁收入谁啊？你们三个不是？你们三个不应该不是什么不是初期的同伴吗？怎么会打起来呢？然后医疗包我们先不要让他们拿去用吧。
刚刚是什么？哎，去休息一下吧，你。刚刚不是说哦，这个是参观者吧？不是说不是不是相对 ？OK， 我看到，想太多了，一天到晚都想要说，想要有这个，那是想要有这个宣传来呀。啊，也买个假腿什么的，把我们这个人给装好，这个假腿让它动起来。哎呀，那暂时只能这样子了，静观它啊，那慢慢看着它发展吧，静观其变啊。治疗。记得好像要稍微的让他们不准吃这个药物吧，对，因为要不然戒毒起来就麻烦了。这边挖一挖进去嘛。哦，志愿者，哦，又有一位加油了啊。看看慢判拍，这是移动速度慢一点哦，不过能力他能力还挺强的哦。建造有6，种植有2，那种植这个要让他慢慢去做了啊。然后动物驯服好像也蛮强的，那所以农夫就你也可以去帮忙种一下了。种。做啤酒跟这个，那看看这边水抽干之后的情况吧。那我想要说在这边呢，在可能这个温室啊再扩大一点点吧，等这边的水抽干之后我们再扩大一点。我们其实这个食物算是说稳定了，不过就是想要多种一点，确保一下嘛，以防万一。不过好像晚上的电力会有点不稳定。不过其实它早上的发电率其实也不算是太稳定了，有时候有风力的话会多一点，有时候没有的话就会少一点这样子。那我这边再盖一个太阳能发电吧。多盖一个，然后早上让它多发一下电吧。这边挖一下，哎，这边没有东西的话就不要挖这块了啊。哎，这边还有一点。我们研究方面是扫描机，我们做出这个扫描器之后，我们可能就靠这个地底挖矿就行了啊。而且我还没试过，我非常的期待呢。你好，因为该是时候做啤酒了。药草就保持着去种吧，毕竟药草没的时候才种就来不及了。对了，我忘了给他安排一间房间了。他睡在哪里好了？现在暂时是每个房间都有人嘛。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在这附近吧盖个房，挖个地方出来，然后住在里面好了啊。其实这样子吃成6算是够大了吧。好吧，这样子吧，其实也不算，不用说太大。越来越多人。好的，那这边早晚也是要稍微的发展一下。那这边呢，直接让他让这个新的朋友呢住在这边啊，然后他这样子工作的距离会比较短一点。
现它的位置有点怪怪的。嗯，吧，还好啦，还好啦。其实这个圈没有什么特别的话，其实这个圈柱这边可能会比较好一点哦。哎，怎么你的这个？这个，那我们这个新的房子给这个建筑吧，这个就给这个新朋友吧。那他比较是这个工艺方面的工作嘛，所以呢就直接在这边盖一个房子，跟他直接从这边睡觉，然后从这边做事，这个动线比较近一点吧。好吧，嗯，可以刷学路。这边其实我也想要做一个抽水泵吧，对，这边呢，因为这边也想要盖一点这个风力发，这个太阳能发电机嘛，所以呢，稍微的从这边盖一个，让它抽一抽这个水好了。OK， 哎呀，怎么这边长出一棵树来了？要做猎人了啊，猎人你就不要，就怕你受伤啊。砖块暂时停止了，这边是笨准备。OK， 做个，这边好像是大理石块比较多吧？对，大理石。这边感觉反而比较像一个小仓库的样子啊。哎，行了，那这边就让它慢慢盖吧。然后还是木板一个一线，这个电线也稍微的拉过来一点吧。OK， 然后在这边，这个床就直接搬一张过来了啊，就不用说了啊。OK， 这边盖一张单点的啊，关于这款游戏是吧？游戏啊，太久没有了，快来时候玩一下，还是觉得还真的不错。OK， 这个呢就给 Jen 吧，那这一张就给这个新加入的朋友吧。哎，眼泪，不要睡在外面啊。吧，这样子就又有一个新的房间，然后这个也不错了啊，稍微的盖一张凳子给他吧。哎，这样子就没有问题了。至于这个地板没看看哦，这边开始就用特别的一点吧，其实我都不知道够不够，这个400多，好，这样子直接拉上去看看好了。勉强够，就这么一个地区就已经900多区了。这边的石块给搬回来吧，稍微的也是开始需要搬一些这个砖块回来了啊。其实这个外面很多啊，不过这边板岩就比较小啊，这边有一点这样子。怎么了？看看你有什么不爽。哦，你刚刚在外边睡，我没办法，我没办法。他也能建筑，其实还不错了，多一个人帮忙建一下东西。好，然后这个储存区我们稍微的改变一下情况吧。这样子稍微的。这样子应该还不错。这边改房啊，好了，那就这样子吧。那这边之后这一块要怎么发展呢？就之后再去计划啦。不过呀，也
有点怕它会生出这个虫出来呀、啊。不过生出这个虫，我也有点希望它生出来，不，毕竟说它这个虫会生产这个什么交易嘛，什么东西那个好像很好哦，吃起来富含营养啊，虽然我是不敢吃啊。有营养，而且他们吃这个，这些是居民啊，吃了之后他也觉得好吃，很开心这样子。矿的是我吃，就不敢吃就是了。好吧，就麻烦你再做这个雕像啊。那我们应该目前呢，靠卖这个毒品，这个毒品放在是还可以。口的，那也没办法。盖起来也不是说不行的，不过你这个信标它要露天的才可以接收东西跟卖东西啊。哎呦，你们不要这样子啊！明天我们吃肉了，砍一大枪啊！你是可以去做那样的，不过呢，我们等等给他一把枪吧。让他拿这个电荷步枪好了，睡饱了就去拿这个枪吧。不然其实我们好像也没有别的枪害了啊，办法先用吧。来，去狩猎吧。这个其实应该有在做吧。哦，相对不错，我有一堆东西要卖给你啊。哦，这边的黑黑的地板感觉就是完完全全就是这个工作坊的感觉啊。哎，这边来，求你给我一个炸腿。看到我们卖一点东西哦，他又有这个中心安了，不过我们有200多个，用不完了。我们看看卖点东西给他吧。这个烟草叶，哇，我很多，但是他不要。这个啤酒，是买进来啊。哦，他不接受啊。看看，哎呦，为什么我就已经准备好给你了嘛？我一个买5块钱啊。一个才卖5块钱啊，感觉好像有点亏啊。不过没关系啊，我们卖一点吧。这个板岩。它是这个是大理石砖哈，居然，看看有些什么可以买吧。这个电池零件，我们买一点电池零件回来吧。刚好就算是用一些毒品换一点电池零件。然后我们要不要换一只狗回来呢？哈士奇，那不就是月月吗？好吧，我们买一只女性的哈士奇吧。帮忙搬一下东西也不错。好，就这样子了，换一点钱。OK。这个，我是不是该种一下这个煤矿呢？这个破塞。这个植物是做毒品的一个材料吧？莫要机巧的话，特爷好像种一点这个煤矿，做一点布，让我们的新加入的狗可以。守灵来拜访我们家。这个黑黑的感觉真的是好看，
虽然这个白色的感觉跟这个地面好像没什么差别，就有一点纹路，但这个黑色的真的好看，有感觉到差别的感觉，感觉到有差别啊。那这样目前呢，我们哇塞，怎么晚上扣的变多了？这个他要是做东西的，做装备的，那这个就是生产电子零件的。那该做的事应该都已经做了吧？剩下来的就是说，对，该做的就做了。我们还有多少棉布啊？还有这么多。那我们给我们的狗狗去睡一下吧。哦，小型动物，舒适的床铺。哎呦，断电了。这样子感觉不是办法耶。那我还是把这两台打开吧。啊，多米，先去打开一下，好吧，这样子稍微的有一点稳定下来了啊。那其实我最怕他的就是说这边没断电的，然后他就会这个瞬间就。这个我们去年我们之前有就有经历过，它就直接就快掉，温度不足，不适合啊，崩水快掉了。纺织品啊，对了，这个要棉布哎。那我们来看看这个破菜昂是要做些是要拿些什么吧。中心安不行，中心安不行，什么都可以，就是中心安不行。我就说主心安不行呗，别这样子嘞。勾主，哎，又有商队来了，怎么来的这么勤啊？之前都没有。那难道这个是拿来做烟叶的？我当然是知道这个东西是做什么，是从哪里收集到的呢？我直接在这边按一下，看看哈。药剂，那要怎么做？是要研究吗？高能光束，所以是这边还有一些东西要研究，是这样子吧？啊，这些英文的应该就是模组的东西就不相干了啊。对，还是说我们有一个他没做。OK 啊，该做的都做了。药剂工作台在这边嘛？对啊，药剂工作台嘛。然后我们就差些个没做啊。我感谢的是你。啊，这个烟叶我们也好像没有用过。对啊，这个烟怎么做啊？药。应该也是这边吧。哦，在这啦，鸭油啊，哎，这什么怪东西，怪名字。那我们就直接可以做这两个东西啦啊。然后要看看他这边做的是要，绝不会做制作啊。那所以就是工匠这一边吧，对，应该是工匠这一边啦。哇，感觉我工匠人手有点缺乏啊。就这样子吧。哎，以后不是说有商队吗 ？OK， 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商队有些什么吧。快点来，我要买东西。Come on， 嘿，啊，无地商人呢？哎，无地商人啊。那这次我就不卖什么人了啊。星际枪。这个哇，机会便宜啊。好，这
护盾跟帽子卖给你吧。嗯，帽子我们可以直接做嘛，这个脉冲小二蛋卖给你。嗯，就是没什么东西要买要卖的呗。嗯，为什么不给我砸腿呢？我要砸腿，这个也卖给你。嘛，我们多多少少先赚点钱吧。对，赚点钱，慢慢赚。嗯，目前这边就只有手工艺术在做。是艺术只有这一个工作台可以用啊，别的都没什么用。还是说我们的肩呢就啊，不过不做也不行哦。嘛，他要练这个能力，练能力是其中一款啊。最主要的是就怕他分心啊。哦，看看是怎么哦，做出来都是一样的东西。哎，不对。哦，这个东西做出来就是薄碎片。嗯，哎，等等，这怎么停？那这个是哎，哦，有两种毒品都是用同一种材料，那这个烟叶有什么用啊？哎，这个也不是我们种出来的东西。嗯，其实我不知道这个。烟要在哪里做，可能就稍微的要盖次上网爬一下文了这样子。这个扬州台怎么可能嘛，对不对？那这个资料在这个屠宰桌上做的已经觉得莫名其妙的。哎，这个哦，这个是非电机械系的武器嘛，什么哎什么刀子啊、棒子啊之类的东西。嗯，哎，木头木快要快光了，先挖一点吧，啊，先砍一点木头回来，顺便这边砍一条啊，我怕它给讲到这个范围内就惨了。那时间上呢，我们这一集呢也就差不多先到这边吧。我们发现呢算是挺稳定的了。然后你为什么跑到人家房间呢？做社交互动，你跟你自己一个人在做什么社交互动啊？那你，这个药，这个制药剂工作台，我们要不要在这边做一个呢？嗯，在这边做一个，然后这边的动线比较近一点，嗯，好像也不错。那我们上一集呢来做过两张吧。对，看看，先看看他要什么材，看看，钢铁又哇塞，难怪当时只肯用这个木头了啊，算了吧，木头感觉就好像那个美国影集里面那种拿来做这个冰毒什么的那种桌子的感觉啊，那没关系。那我们呢这一集呢就先到这边结束了啊。那我们上一集呢就稍微的来做一下这个药剂工作台在这边吧，在这边可以这样子过去比较快一点啊。那然后先看一下这边有没有办法做一下这个木肯地砖好了。哇，要1000多块啊。好，那我们上一集呢就来做一下这个帮我们的医疗师啊，是终于要来做一下这个，木捆的地砖了，让这边的环境变得更加好啊，没有错，没有错。嗯，那我们这张地图其实发展的七七八八，那稍微的就是等这个研究完成了，那可能下一集开始之前，我会稍微的先让它跑一回吧。嗯，对。那我们这集就先到这边结束了啊，结束了啊。那我们下一集《边缘世界的实况》再见，拜拜。